讲，有人不是很会进来？哎呀，为什么？看一下，听到吗？ 为什么用号码？你用电话是吗？不需要号码的，按这个直接可以进来了。的。让我教他用一下，为什么不会上呢？why？ 什么？o、okay、k 啊，呃、uh, 哎，哎哟，OK，我给他讲一下。 OK，我要给他进来先，不要紧。哎，真是的。OK，这也是一年了，他们没有上网课的的的后果。难道这样？哎呦，为什么？OK 啊，来大家我们看看看一下啊。OK，啊、uh, 呃这这个呢，我会叫名字。OK，不用担心啊，不要紧张啊，不要不要紧张啊，大家。OK，我会叫名字。然后呢，还有谁还没有进来？ 啊、uh,，OK，子峰讲，啊、uh,，我会叫名字，然后呃，uh, 我没有叫到的名，没有叫到你的名字，你也是可以回答我啊，其他人，OK，但是我叫名字的人就一定要回答，OK，然后他是 A B C D，说、so、你可以，你可以猜，不要紧，如果你会，你就给你会的答案，或者是你猜你觉得最接近的答案，错了不要紧啦，你可以 Direct Message 我，人家看不到的啊，知道吗？啊，OK 啊，好，所以呢，呃，我会跟着我的的名名单啊，OK。 我我我开一下你们的名字先啊，错了不用紧，不用担心啊。U 哈是咯，然后那个子辰 U 哈，哎呦，OK，我拍一下。所、so, 以一题呢，我会可能会叫两三个人啊，说两三个人你要回答我一下，OK，OK，okay? Okay, 子峰刚进来啊，子峰啊，不要紧啊，跟着就好了，OK，U、okay? 哈是不是啊？你也可以用画的，如果如果你要直接这样讲出来，因为错了不要紧的，大家不用担心，OK。 说、so, 第一题哦，我会解释一下，先啊啊，然后我会解释，你可以等我解释完你才回答。OK，第一题呢，s h i 伊尚、思婷、方颖、嘉兴四个人啊，伊尚、思婷、方颖、嘉兴，谁的声音来的？然我帮他关掉一下啊。OK，啊，子峰也是准备啊，大家啊，你看一下这一个的第一题。OK。 四个人呐、啊，一上十听放应加薪准备啊，OK？你可以现在打，你可以过后再再打。他讲已经跟随啊，他讲允许，请你允许啦，哈、啊，允许。华语也是要写下去啊，允许啊。蒙兀巴底本雅吉断不得力，跟蒙吉纳断。蒙兀巴底是医治咯，是吗？医治医医治医治医他，你知道吗？医他医治他,他这个啊，这个断不得力。 啊就是、呃，跟邦亲呐的病断姑，断姑就是呃国王，他在跟国王讲话，所以他在跟国王讲，请你允许我帮公主医病啊。跟国王讲我，我你要用什么嘞？来，伊轩斯汀、方颖、嘉欣啊，错了不要紧啊。回答，OK，我看到方颖跟伊轩聊，呃，嘉欣跟斯汀。 嘉兴、思婷，第一题，其他人你会的话也可以给我答案。哎，开会 video 啊，全部人 video，video，video。哎 video, video, video,、呃，全部去到哪里了？video，video，video。Video, video, video, 哇，没有叫，没有开啊。Come on everybody，来啊，郑博也是啊。OK，看到了。来，大家 video，video。Video, video, 思还有谁？还有谁？嗯，OK，嘉兴我看到了，还有思婷啊，思婷，给我答案。他有一个答案给我啊，思婷，他有一个答案给我。嗯。 来 video,，video video video，子枫也是，OK，video、okay? video，思婷他一个答案给我，还有谁还没有他给我？诶，思婷打了，OK，好，所以如果是跟国王讲话，讲我应该是，还有谁要有要要给答案嘛？是巴蒂啊，OK，巴蒂是大臣讲着我，这个我是大臣用的，啊，就是他是一个可能一个小小官员还是怎样，OK。 航班嘞？什么意思？谁记得启荣 V o 启荣，其容 video 其容我不要再叫了啊！其实我已经放弃再叫了，有没有发现？因为我已经打算要打电话过去了的。过后我要跟妈妈他们讲了思婷、明恒、明恒，航班是什么啊？嘉伟，航班是什么？开一航班是什么？知道吗？ 奴，哎呦，哦对，呀放映，放 <laughs> 映，放映！我在看那个华语的，那是哦，是华语来的。<laughs> 对啦，对啦，嗯，OK。还有谁知道哦？这个是我，但是呢，他是在讲这奴才。其实奴才哦，是平民来的，对不对啊？哦，平平民啊，是啊，平平民，或者是就是真的是真的是奴隶的话，奴隶奴才。 啊，因为他的华语就是叫奴才咯，奴才是什么？奴才就是我哦啊，沙、哦、热、啊、就不是跟国王讲话的时候用啊。这个北大呢，是国王自己讲的哈、啊，我们不会讲啊。所以北大基本上是正国王在讲话，正你知道哦，哪一个正哦？是第四嘛哈？啊 对了哈、哦、，OK，就是这样，写下呀、啊，大家。如果不会的，你更要写华语啊，OK。你要拍照交上来的哈、啊。等下子峰，你你你写这去先，我会再教你。不会的话，我会再教你子峰，OK，OK。Okay? Okay. 等下你就是讲你不会教，我会教你这样教，OK。好，第二，B 哈十个人啊，第二哈是四个人呢？呃，开一十七，立文开给，开一十七，立文开给，准备第二题啊。 OK，di had sekolah akan memberikan bantuan 啊，学校还讲校方，因为 di had 是方，校方的方，你知道吗？OK，学校那一方啊，校方会给予帮助哦，给学生们 yang kurang b e r g e mampuan 啊 b e r g e mampuan 就是能力。 就是没有太多的能力的学生，就是可能讲家里比较需要帮助的学生啊啊。But some a n d n a n sambutan Hari y Idul Fitri，就是撑着这一个 Idul Fitri 这个节日咯，校方会给予啊学生们帮助啊。OK，给他们呐、啊。对啦，还有谁啊？呃，十七立文凯吉，第二题给我答案。十七立文凯吉，立文牛在啊。十七立文凯吉，嗯。 不会的话可以猜啊，开吉开吉，在吗？开吉，第二题给我答案。嗯，OK，例文，试题例文，给啊，啊，例文在哪里啊？找不到他的。OK，来试题，Angel，在吗？Angel，第二题给我一个答案。 Angel，其他人会的你也可以给我答案，OK？Angel，Angel，Angel. 还是有时是卡了，我知道。哦、oh?，OK，好了，所以给那个学生是怎样呢？啊，就是呃，Membrikan b a n 班段应该是可怕的，对吗？啊，其他人可以 check 一下，Membrikan、okay? b a n 班段可怕的，Mure Mure，OK？给他。 交给他这样，其实这个华语不算是真的是给啊，就是啊、呃、用在给的情况下。OK，下一题啊，准备一下，美心、明恒、嘉伟、启荣，注意啊，美心、明恒、嘉伟、启荣，第三题啊。OK，我会先讨论先，然后你再给我答案啊。你要先给我答案也可以，美心、明恒、嘉伟、启荣啊。OK，jurulatte itu m e n g g 他用这个中。 这个是叫计时计时的那个啊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温度门插带科班搭讪来记录啊，他们的速度科班搭讪啊，哈，拉里安安 n 博尔就是他的那些呃徒弟，他的学生啊，哈，什么是乌江格杰搭讪？就是这个灵活度的的测试的时候，请问这个 j u m p 是哪一个 j u m p 我觉得这个我不用讲华语先，你可以猜一下，OK？这肯定不是手表了哦，还没有写完历史。 对了，如果呢，你们还来不及写，一定要跟我讲啊！就这样啊，这样这样可以吗？OK，OK，okay? Okay, 这样了、啊、哈。啊，来第三题的可以给我答案。嗯，还有没有写的意思？你就跟我讲啊，我会把你放上去的。第三题是美心明恒加维启荣，不会的话不要紧，猜一个 A、B、C、D，看一下你觉得最有可能的。 不要真的是乱乱点吧啦哦，虽然我讲错了不要紧啦，但是你猜你觉得有可能的？没心、明恒、加伟、启荣，我要四个答案啊！我要多过四个。OK，明恒好，再来试一下。嗯，对，OK，试一下，加伟你试一下讲台吧、啊。OK，找一下，嗯，OK，明恒、启荣。 嘉伟跟美星，美星耶，美星耶，美星，嗯，美星，第三题，我在等你的答案。美，第三题到你啊，还有一个是嘉伟。OK，嘉伟啊，你找到姜太了吗？嘉伟，OK，好了，很好。来，大家会至少会猜哦。Jump, run, day，答案，OK。Jump, run, day，因为呢，jump 答案就不可能拿手表嘛。 jam ding ding 是墙壁墙上的钟嘛？吼、哦、j a m locheng locheng 是而啷讲的会响的铃讲的，那个叫 locheng 哦，所以 jam randy 来的这个呢，科学我们会用到啊，这一个字，知道吗？啊，诶，其实这个华语叫什么啊？讲真我也不懂诶，好，华语叫什么？计时计时钟啊，很奇怪哦，华语叫什么啊？能用在实验室的、啊，我们要测试那个钟摆哦，它它啊、呃、摇摇了十下啦，比如说它用了多长的时间呢、啊哦？我们就这样计时哦。 是不是啊？你知道我叫讲什么？那个叫 j a m、um、l n d 了。OK，OK，、okay? okay, 不用紧了，不用怀了，那个你知道了。你看图片你也是知道了。OK，下一个啊，呃呃，启荣下面输赢一轩郑博一成啊。OK，下一个输赢一轩郑博一成，准备第四题啊。o k k y a t a a n yang d i k e l u a r o a y k 是一个说明、一个声明这样的意思。OK。 他出了一个说明了哈，那个是做生意的人呐、啊，啊，dengan 你的 n y a t a a i h a media，p i h a media 是媒体，跟媒体讲的说明是有冲突的，是不一样的。这个有点难，OK？那、啊、哦，秒表直风，OK？谢谢你，他叫秒表。对，我记得了这样的话，嗯，秒表哈，jam rande 啊。 OK，该那题有有点难，不过刚好中到有几个还蛮厉害的，所以也是好啊，可以啊。<laughs> 错了不要紧啊，不用担心。OK，我会给你他的话语。OK，啊、呃，所以啊，输赢，怡学曾博，怡晨。第四题可以猜一个啊。啊，他讲，呃，那一个生意人自己所说的一个说明啦，跟啊、呃、媒体所表达的说明是不一样的是有冲突的这样。 OK，再来，再来，OK，一个了。嗯，一轩、苏颖、一晨、一轩、苏颖、一晨、一轩、苏颖、一晨，给我第四题的答案啊。很难测啊，这个。OK，一轩，啊、呃，一晨，OK，苏颖，苏颖在哪里？我看一下。啊。 蛮厉害的你们，OK 好，OK 来大家，我给华宇啊，OK，不是枪噶，哎呀，冲突，呃、uh,，嗯，不是得那个，争执吵架，OK，而乌巴你知道了哈，不是撒印竞争，OK，答案呢、啊，不是枪噶，是吗？ 啊，我知道这个是难，这个真的是难。嗯，BUT LA GA 我们每次看到就是讲有吵架叫 BUT LA g a o k 啊，不是 n g 就是呃竞争啊，呃呃比赛讲咯。所以其实你应该是在考虑 A 或者是 B，是不是？啊、uh,，OK 啊，可以，很好。大家的答案哈、哦，虽然是有的是错的，不过是至少没有人讲 C 了哈。是我知道你们有想过的。<laughs> OK，第五题。 啊，第五题我们教呃，子城、到你啊，主林、子峰三个啊，子城、主林、子峰啊，第五题啊，OK，要给我答案呐、啊。好，他讲哦 r a n c a n a yang ditulis oleh r a m l a r a n c a n a 是文章啊，那个我 Ramla 所写的文章哦，什么 Sahaja，Sahaja Sah 是罢了，可能是哦，呃，我我看一下，就怎样罢了啊？的 tapi isu，isu 是课题。 课题就是问题啦，OK。y a n g t h garap 呢？他所讨论到他所说的这个问题哦，诶，是很有趣的嘞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他所呃呃叫什么呢？处理这个 garap 其实是处理，OK，处理，但是不是叫处理啦？OK，他是在提到的啦，在这边提到啊，他提到的这一个课题是很有趣的啊，处理其实是。 不过在这里是提到了，Manari 是有趣 c i r l i 是很哦很有趣，所以他讲哦他讲的，呃，他的这个文章啊可能很什么罢了，但是他所提到的课题是很有趣的。你觉得第五是什么？是有点难呢，其实哈，我看一下，OK。 我给你给你他的选择啊，我给你他的华语啊，然后最后三个你们要回答我那个问题啊，呃，那个答案啊，OK，一个是呃子辰，然后祖林，然后子峰啊，三个人啊，OK，singa 是短，OK 很简短，ringa 是简单，等下啊 k、okay? 简简啊、呃、短简单，生难容易。 “生浪”跟“木大”都是有一点带着容易的意思，不过用在不一样地方了哈。OK，来第五题：子辰、主林还有子峰，给我答案。猜一个啊，错了不要紧啊。OK，子辰、主林 OK，我看到子辰的了,了，主林跟子峰，猜一个给我啊。嗯，子峰会猜了哦，会用了哦。OK，好，主林，主林猜 A、B、C、D 其中一个给我。 十七，十七的名字那么特别了。主琳嗯，哎呀哎呀呀，摁到东西啊！太给我找一下张太啊，OK。啊，主、okay? 琳、啊、好像没有 connect 声音哎，我没有看到，OK，不要紧先，我我我回答先啦 o k 主琳你没有 connect 声音是吗？我现在发现到，主琳你听到我叫你的话哦，你给我一个 reaction 啊，或者是你在那个太那边呃太给我东西，OK。 大家，呃，ringa 啥这个是 OK？其实讲真啊，A 也是好像可以这样。人家那人家那样的读是 olamla olamla，singa OK 不可以不可以,不可以，这个短是时间的短，singa OK 这个短哦是时间上的短啊，所以就不能用 s i 了 OK？ringa 啥就啊，很简单罢了。他写的文章很简单，但是他所提到的课题是很有趣的，讲咯 OK 啊好。 呃，这一个第六、第七、第八哈、哦，我我我下、呃、还有到还有第九啊，是下一个部分，我下一次再说。OK，现在我要呃跟大家吩咐一点事情先，OK？啊、呃，这是第一堂课，我知道大家也是哈，呃，有一些没有上过的还是有点手忙脚乱啊。还有我要吩咐大家一点东西啊，OK？放慢的哈，尤其是 CP 的学生啊，大家全世界注意啊，OK？明天有上课吗？是不是？ 呃呃，L 妈没得的吼、哦，本来是一四五的嘛，是不是？我们换一二五聊吼 C P 的学生也是啊，明天注意一下，明天是数学和 Sajara，、啊、不要上错时间呐、啊。OK，子峰啊，他在这边讲，呃，这个你看啊，你进哦。哎呀哎呀哎呀，你这个是 Google Classroom，我的你会看到很多啦，你们的没有这样多，最多是六个罢了。OK，现在 Phone One 了，你应该进到里面会看到这样六个东西，没有看到就讲你进了 Google Classroom 哦，你要按加，Join 那个 Class。 OK，喂、哎，等一下啊，加呃，join，join，join Join, Join 是什么、啊？说、so, 你要有泰这个 class code，这个 class code 在哪里？在这边呢，这些咯。子峰明白我讲么？哈，你泰这个进去咯，你用电话也也是一样的，它差不多一样的，就是要泰这个号码进去啊，泰了进去哦，你就进到好像你泰的是这个啊，E H D F W 七 X 啊，你就进到英文版了。 你太这些要一次罢了，你做一次罢了，把六个全部太进去，太了你就会看到哦，你的那一页哈啊,啊，它就出来讲，你有六个科目了，讲咯，明白吗？OK 啊，然后然后啊，大家我要讲一个东西啊，每一堂课呢，我们有三个 poster。 第一个就是哦，老师间会讲好啊、呃，今天的课是怎么样？OK，我们会用什么资料？哪一份资料？你看不懂标紧的这一个，因为我们要讲多一轮罢了，其实，OK，因为等下你一开 video 啊，我就跟你讲了，你要哪一哪哪一份纸出来？因为大家已经有纸了嘛，是不是啊？然后等等的，然后的刚 launch meeting room 就是按这一个，直接按就可以了，这一个按它就带你进来了。这个 meeting 跟 passcode 是以防万一，你不懂有什么问题，你就可以用哈。 但是不需要的，其实你会发现到、哦、很方便哦，按这个就可以了哦。Launch meeting，每一个都是这样，你按 Launch meeting，这个是我们放上去，因为有的人还没有拿到纸嘛，我们就放在这边，还没有拿到纸那些你就可以参考。OK，第二个 pose 啊，是这一个功课。n 大 a DI SI NI，这个是今天的热期，看到吗？五月三号。OK，这个功课你按进去哦。OK，你的跟我的会有点不一样啊，你按进去可能它是这样的，你有一个加在下面的，你按那个加。 拍了照交上来，你今天写的东西，知道吗？就是放照片上来就可以了。OK，就 submit 上来了啊！我就会看到你有没有交。OK 啊啊！第三个 post 啥、啊？我今天还没有 post 哦。第三个 post 是这样的啊。哦，我看一下狗狗有没有啊？我们录起来的。OK，这个只是以防万一啊。那一天有需要出去啊？哦，有人做 IC 啊？十二岁有人做 IC 是不是？那有人去做 IC 啊？诶。 这样的话哦，你可以参考回，你可以读回啊，忘记了你也可以看回。这个是 video 来的，我放在 YouTube 了的。其实，然后我们就把 video 放上来了，以、so, 这个是我 post 的第三个 post。每一堂课都是这样的，知道吗？可能每个老师写的方式一点点不一样，但是每一堂课我们都有三个 post。所以一定要做的东西就是啊，你记得喊大家，英文也是有的啊，在哪里啊？什么 submit your work here 这样咯，每每一堂课都有的啦、啊。种之啊，你就教你的功课上来讲咯。 明白吗？OK，不会教的呢，啊呃，你再研究一下，就是该我讲的了。你按 classwork 或者你按按进来这个，它有一个加那个键盘的，按加电话也是一样。然后你就拍你那天呃写了的东西交上来，就是讲吧，或者是你先拍好照片先。OK 啊，OK，今天我到这里先拿、啊，你去试一下、啊、加那个功课上来啊，不算功课，真讲真不算是功课，对不对？哦，就是你那天写完的华语字啊，那写不了。 就是这样，我没有给功课，我会跟全部老师讲，我们不要，我们不会给你太多的，呃，不会给你回家做的功课，总之在当当天做完，这样了。OK 啊啊，还有啊，呃，明天呃，明天是八点到十，呃，明天有上课哦。哎呀，哎呀，我竟然约他们明天，Oh my God！哦，明天不是我数学时间了，哦，OK OK，啊，明天呢？ 如果你们要来拿笔记的话哦，啊、呃，你可以跟我讲啊，就是 CP 的，你可以随时去拿，OK。阿妈没得的呢，你要来的时候你 message 我一下，看我在不在我，怕我不在不了，OK。不过明天可以拿笔记啊，就是这样啊，大家，OK。我们先到这里先啦，bye bye everybody，你可以去学习,习啦，可以去上课啦，有些，拜拜。OK，我要按了，n 按不到，扫学，拜拜。